大家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一季叫《动物王者》，它会有单人跟双人，实际上还有一个大团队是五名玩家。然后这里面的角色呢是有很多种的动物啊。一开始的话是尼克斯，他每一只角色都有不同的能力，所以在大团队的时候，感觉每只角色都可以来一点。像这个，他就是用舌头会偷你的战利品，然后还有隐形。来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你那只狗很强欸，我是袋鼠吧？那名就是狗，是袋鼠吧？那是狗，真的是袋鼠吧？我这样跳的吗？是狗？怎么可能？我这只。根本就是飞丝哦，你看哦，我以为新来玩这只，哇，我是不是像飞丝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位置，哎，为什么？我们是一队的吗？不然嘞，我们是队友哦，我们是队友啊。对啊，我标题要扁你的，说打错标题了，就很过分了。对不起的，哎、欸，我这两只，我这两只，救命哦！想抢啊！队员倒下了，队员倒下了。喂，哎、欸，乔伊是你的道具还是你的技能啊？我的小伙伴啊，我的小伙伴。哦，啊，你快死了！你有用那个道具啊？动会回血那个道具。我有，我要去补血了，但我没地方走。这个道具很强啊，这道具很强，但是我都会回血，很好用。队友捡走了传奇道具耶、欸！没关系啊，他应该比你有用吧？保他，我十二等欸，说啥？你看那个长颈鹿呢？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用，但是呢，他的技能就是他的头会往上，然后他可以把草丛的那个地图都开起来，头往上了，超白痴！这在干嘛？这在干嘛？哎呦，好痛！超好笑，很可爱。哇、哦，他跑好快哦！我处理，我处理，我处理。你玩哪一只啊？我都玩袋鼠啊。不练脚，都不练脚了，我干嘛练？这游戏好像鼓励要练脚，他说不同角色可以得到奖杯数也不同。哇，他很会围诶、欸！你看，这就是大乱斗哦。我这只就是机动性很好，所以我要从后面来，让他们有一个被夹的感觉，你们懂吗？他们怎么多人啊？突然变六打六了。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你是不是送头了？扶你起来，扶你起来。啊，没有，不是你，那是 player。哇，位置不好，拉一下。哎、欸，队友跑冲打架嘞，支援一下。在吃饼干。哎、欸，你的狗不会回血哦、喔。袋鼠啦，啊，还没杀到人呢、欸。哈哈，他那个队友怎么杀六个人呢、啊？零，哇，没做完，看好了，哇，全视野狙击手。有那个、欸，西门，我这只是长颈鹿吧？应该不是狗了吧？这只很明显是长颈鹿啊。就是每次打法会不一样，像我这个长颈鹿呢，它的技能就是这样，哎、欸，抬头看比较远，很可爱。那、啊、你没有机动性哦？没有啊，那这好废哦，被标就死嘞。我是狙击手啊，你看我在看人呢、欸。哦，那、啊、你先狙击一下这个动物管理员。身为一个射手呢，也是轻松射，但是我要需要一把弓箭啊。被夹了，怎么办？跳海，跳海，跳海！快离开这个桥！长颈鹿走前面，往下打！他想救他队友，射他们，怎么射不到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快被射死了！这边也射太远了吧？这边是不是有长颈鹿？有啊，人家加炮啊！哎、欸，我射死一个！他们想救，扁他！哇，又射死一个！哇，长颈鹿被射死了！长颈鹿好强！我要起来，这个老虎超痛！哦，快点舔妆！哦，很明显的我在 carry 吧！嘿，再见，头抬高来看一下，没有人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人！哎、欸，把草丛给吃掉了！头抬高，没有人！哈哈哈哈哈！好惨哦！我来了！哎、欸，我来了！给我位置！抬高！都没有人嘞、欸，抬头看一下，哇，他射好远哦，长颈鹿真的很可爱，这只好好玩哦，完蛋，只有一等，你这是只有一等啊，我刚抽到而已，还在练，啊，哎、欸，没有人嘞、欸，没道理，我一个坦克走这么慢，那我怎么坦？我这个感觉一定要冲到人家前面嘞、欸，那个超容易倒的，来，我来了，变色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扶我一下，没有，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下，这死掉的时候队友是可以救你啊，这是一个团队游戏很重要的地方。七比七怎么偷捡了一个传说武器？因为我来 carry 啦、欸完了，不妙。不妙，快倒了吗？我先看一下 ，Ivan 还在，他怎么也玩那一只了？他是要打我脸，我说那只不怎么好用。没错，我来观战他。这游戏好像蛮吃等级的，要练一下。我感受到了，我这是五等的乌龟被打头痛。哎呦！啊！哎、啊，队、欸、友好炸！我赢了，不关我们的事，不需要我们。不行啦，要换一只啊！哎、欸，下面两只是臭狐狸，他们在打，我要冲去踩他们咯。来，砰！大猩猩一打三，大猩猩，我帮你射到一个。砰！大猩猩好好玩的、啊，他技能有伤害。基本还行吗？ Okay, 有啊，我进去人家里面把人家杀光了。你说你在 C， 那怎么看有个长颈鹿头在那边看来看去而已？哎、欸，你这样子是说我们 AT 没有用吗？我一直在射人呢、欸。有吗？真的、啊？有输出表的话，我应该是很高的。好希望有输出表啊！你可以看一下右边吗？右边，我先盖个屏障挡住了。嗯，挡到我的技能了。
漂亮，完全射不到人了。对面也射不到你啊，好了，慢慢想。对面也射不到。有长颈鹿吗？有没有优势啊？好，去吧，长颈鹿。哦，哎，撑杆跳，不知是谁，这边有飞狮，这怎么撑杆跳？好强哦！袋鼠啊，袋鼠会撑杆跳吗？啊，我零杀哎，这场好混。零杀哎，好 carry 哦！我要认真了，我要认真了。哎、欸，你那个观众在学你的，玩长颈鹿在后面挂机。哪有？快点，刺客是杀。刺客来了，刺客到我了，刺客到我的位置了。哇，戳死两个！哇哇哇，好滑，好滑，好滑哦！哎、啊欸，有了，终于抓到你了！哇 ，MVP， 这么稀啊！我这次就很 man 了。哦，对面队友已经打起来了，要打吗？我已经隐形到敌阵中间了，看到一个敌人了，我隐形起来，在你旁边。倒了，倒了。我这个赶羊战术不错。长颈鹿还敢在路上逛街？哇，太强了，这队伍。MVP， 吸磕头。轻松，轻松，活动进展。现在有很多活动啊，加入的话就可以赶快先解一下活动。解的话，刚刚那个票券可以拿很多东西。大团队它是五个人一起玩，然后最多二十个可以互打，所以有些角色呢就是要不一样会好一点。那今天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这游戏叫做《动物王者》，大家可以去下载看看。如果有兴趣的，可以去玩那个长颈鹿。